用自己习惯的方式放松自己的身心灵。呼请神圣本源，发出一道紫罗兰火焰。观想紫罗兰火焰，在冥想期间和冥想之后，在自己的周围形成一个保护圈。呼请紫罗兰火焰，转化所有不符合圣光的人、事、物。用坚定的意念宣告，我要用这次的冥想让纳戈尔诺卡勒巴赫地区恢复和平。观想银河中央太阳发出一道粉红色的光柱，观想光柱穿过自己的身体进入地球的中心。
观想粉红色的圣光流经自己的心轮，从自己的双手发送给所有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的民众，观想圣光给当地带来祥和，并且回归到和平的生活。观想土耳其和其他的国家不参与这场冲突。观想粉红色的圣光持续的扩散，平息全世界的冲突。呼请神圣的女神临在，把和平以及祥和的能量发送给所有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的民众。
观想和平以及祥和的能量向外扩散，平息全世界的冲突。花几分钟的时间观想这些能量持续地经过自己的心轮，然后透过自己的双手发送到纳格尔诺卡拉巴赫地区。女神想要和平，和平终将到来。